好，我们今天继续了昨天的教训。我们昨天要去吃那个海牛，结果不但没位置，而且看起来似乎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补吃一家这个18号烧肉柴柴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到了这个国际街附近。大家看得出来台风天要到了吗？应该看得出来吧。可惜日本女生不爱穿裙子，这时候应该很精彩。我们现在已经找好备案，对面有一家看起来很好吃的拉面店，又是一家雷店的话，我们就转向去吃拉面。那我们先去敞看一下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敞看之后，我们正式坐下来这家店，那就是一家在国际通烧肉吃到饱。然后我们今天点的是，就是90分钟十根饮的放底，加起来8000日元。那我们就来吃吃看，直接来10元牛了吧？那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客气啦。简单四个字啊，又油又香。这个肉应该比那个烧肉五院的好吃。我现在没有留给你，会很缺的吗？没关系啊，我们搞定你就可以搞定我了。基本上这家我觉得它的 Today's Special Meat 10元牛还是比其他的肉高出一个档次啊。我觉得其他肉也蛮好吃的，香肠啊或者是这些松板肉其实也蛮好吃，不过我个人是认为都可以吃啊。10元牛的那个油香，你单吃那个也撑不了多久。然后说猪舌跟牛舌，其实乍吃下来分不太出来，都是差不多的口感的，就是舌头那种 QQ 脆脆的那种口感。老实说，经过调味之后，其实味道也差不多，因为舌头啊本来就比较没有味道。这个是那个3000多就可以吃到饱的那个肉，就是很明显有落差。牛舌重头戏啊！你说牛舌重头戏啊？我反而对牛舌的期待比较，不管哪一种牛，舌头应该都差不多吧。它那个调味过 ，QQ 的口感还不错。基本上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吃过了，它品相是蛮少，可是看起来品质都不赖。它的十元牛肉质蛮好的，它这个基本盘是一来它就上给你，所以我在想等一下会不会变相压缩那个肉量。你已经被蒸汽海鲜伤害过了，牛肉来了，这个牛肉美如画。这家今天脱离地了，因为它居然可以只点我们想吃的肉，非常漂亮哎，这个油啊，我觉得光这个肉就值这个钱。再一碗蛋花汤啊，可惜现在已经没有缺蛋危机了，不然这碗蛋花汤的价值就更高了。它又撒一些芝麻，还蛮香的。这碗蛋花汤都不是随便弄弄的，好意思啊，那有没有差？又嫩又油又香。你好像也是这样形容我的。我老实说，台湾应该不太有这么找到这种 CP 值的店。我觉得应该不管冲绳或日本，他们的烧肉基本上我觉得不会有太累。这个长长的，刚烤起来就觉得它油啊比较少，不过咬起来还是嫩的，蛮厉害的。小块这个肉质不用说，入口即化，过瘾。大块那个我觉得勉强是他拿来 cost down 的，就是说真的这个小块的真的是还是有进攻方向，日本特色吃法，芥末配合你。它有点解腻的作用，可是它一直稍微有点把牛肉的香味盖掉。有吗？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油？它也是蛮清新的这个味道，蛮喜欢的。小块的那个，我觉得在干杯那边点，就是他给的那个料，而且最少都要一定要4克。他那个牛肉太好了，我去干杯舍不得点那么好的牛肉。这是我们的第3轮10元牛，他已经给我们一些更肥的了。各位观众，最后一舞即将到来啊，您先扛一阵子，而请八戒上身啊，用这罐肥宅快乐水，有请天蓬元帅上身。这其实有点像牛排。看起来也是很美妙的，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个，它吃起来几乎有鹅肝的味道，超香。鹅肝都顶不住了，实在太油了。来这边小小建议大家，如果要来冲绳吃烧肉的话，要记得一件事啊，千万不要把你的行程安排得太长。第3天、第4天的时候，烧肉已经顶不住了，身体感觉有个那个警报器，它随时在你的脑中一直拉响。骨头，你是不是？没有下一舞了。天蓬元帅刚刚跟我说台风快来，他要请假。我真的建议大家，你吃的棒皮不要配喝的棒皮一起，这样子吃我很亏，对不对？因为喝了酒，吃的就少了。那你可以喝这些啊，
茶或者是可乐就好。就是你单点可能其实也跟喝到饱差不多的价格，真的不一样。以这块区域来说，假设吃的放题是一家，喝的放题至少会有五家，他们喝的放题是很多，就是吃了哎，那个意思有到了，爽到了之后，他们就是想一直喝酒，一直喝酒。台湾是食物种类很多。日本是酒的种类很多，对，日本酒超多，好几页让你选。台湾大不了就三四种嘛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烧肉放题吃完了。简单来说，我们来日本七天，其实只吃了三间放题。我自己的心得是，来日本其实不需要吃的放题。尤其是烧肉，吃到这个后面真的感觉有点负担。而且说真的，价格我觉得很能吃的话当然是有差，可其实你如果说到后面，像我现在的已经到最后几天，其实胃口已经没有那么好的时候，你其实去吃那些就是单点店不一定会比这种放题贵，贵到哪去，因为顶多就找一间喝的吧。好朋友来想要坐久一点的话，你如果找一个喝的，喝到饱就坐在那边吃烧肉，就在那边聊天啊喝酒啊。可是烧肉就是它整体的价钱跟口味，我觉得跟台湾的就是差不多价钱的烧肉比起来是很有落差。那个刚刚那一间其实90分钟，正常来说烧肉90分钟是不太够，因为你还要烤，我们应该还没90分钟就已经出场了。对，其实蛮爽的这家，就假设你真的很有战斗力的话，是其实可以来考虑吃这家，前提就是你要先找一个盘子帮你把那个基本盘先顶掉。说到盘子，换盘子是要钱的。其实这也不会是什么问题，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店换碗子都是要钱，就它已经是一个习惯，就是大家都要收钱，你就不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被收那个换碗子钱？可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没有注意到，所以如果有兴趣去吃的人，一定要注意到，你先加换碗碗一次是220日元，花点钱健康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就吃了一堆那个烤焦木炭进去，也是致癌嘛。好了。不过这间我觉得整体来说，我觉得用餐环境比较是一个问题，它的座位有点挤，整个环境有点吵杂，就是旁边会有很多音乐啊，喝酒疯的人啊。这间大概一点小问题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这间其实食物上说真的没什么好挑，因为我刚好喝蛋花汤，它的蛋花汤都超用心的，上面帮你撒芝麻，还帮你滴了油，所以我觉得这家还可以，不错。好了，那就打包回家了。哇，台风天，哇！撑伞的人也被吹歪了。我们这一杯 Starbucks 能不能点一些轻盈一点的饮料？我们可以点三杯啊。我们跟大家更新一下状况，是我们的班机确定已经取消了。对。然后我们已经订好一间新的饭店。我们因为这个台风要多待一天了。